手上这个网吧是咱们这个三米高的网啊，白色的网，这个网的话呢，网眼这个是一指的啊，看来一指的网眼，大小又同抓的啊。然后咱们这个网的话呢，用的是一个大网改小网做的网，你看咱们这个网顶就知道，看来网顶上面的线多啊，这个网它就是能开顶的啊。啊，还有就是呢，咱们这个网的重量啊，它也这个也做的是个加重啊。我们家做的网嘛，这个重量有9斤啊，有多啊，有9斤1.2两这样子啊。然后的话，你看看咱们这个网开度啊，好吗？先实地撒一网啊，再撒完之后吧，再给你们测量一下啊，你看一下啊。来，先把咱们这个链条分开啊，分均匀啊，这个链条不要让打结啊。好，立好之后呢，看到往下一抓，左手来抓网啊，右手来抓盘啊，这都理好了是不是？撒一网啊，一推一摆一转，看吧，轻轻松松撒开是不是？啊，还是很简单啊。哦，咱们来量一下啊，这个实际撒开的这个面积啊，直径啊，那现在还没放准呢，等会放好。前面放齐了，看吧，来，目前啊这样子大概是量了个直径，看到啊，看看咱们这个面积是不是？我们现在量的是这个是，啊，正好5米5这样子是不是？其实吧，如果说撒的稍微再平整一点吧，啊，它还能开得更大点，是不是？看吧，你想要一款好撒的网，看到啊，你就可以选，一定要选对人，是不是？咱们这边的网做网的话呢，我们是不会给你们偷工减料的啊。偷工减料的话呢，这个网它撒开是没有这么大面积的，是不是？网衣不能偷啊，然后呢，链条的重量也不能偷工减料，是不是？来，看到没？换一个打法来，稍微远一点啊。啊，这里的话，这一个塘啊，山塘。这边的鱼的话很好吃的，过年嘛，打点鱼吃啊。然后因为要扔远一点啊，所以说换个打法啊。折网有了啊，折网有了，准备单子啊。哈准备单子啊，准备单子啊。看到鱼在翻了，来了，看看有几条。来了啊，一条有了，两条有了，三条有了，四条了啊。哇，这一网可以几十斤，这网可以，这网可以。哎呀！哎呦，来找个提线看一下，哇，这个网慢点，鱼还有点多哈，鱼还有点多，哇，哎呀，来，哎呦，哇，有点重啊，嘿，哇塞。哇，这个大的有几斤？哦，大的那个，哇，5-6斤，六七斤的有。你的鞋子来比一下，来，哇，哇，45码的鞋啊，哇，太大了，几条啊？